要先带你去吃东西吗？你送的行。你想要骑到哪？不知道。你想要骑多久？没。骑到 Daddy 回家。不，不用吧。你怎么没有跟我说骑去找 Daddy？ 骑去找 Daddy， 卤肉饭。这么家传。还手扭到。你手扭到。冲喽！你要去哪里呢？那你要打方向灯啊。噔噔。你错喽，兄。优质风景，你想要拍照？这边还是那边？你想要停在路中间 ？What？ 你不是说你已经方位啊？你不是说你看好地图了？虾米，你撞车！喵！你要骑到别人家里面了。我妈一直觉得脚踏车都会在别人家里面。嘿，回来啦！虾米真的可以上去。终于找到自行车道哦！他都走到了。啊？他跟我们一起走。那、啊、你还不赶快？他都走到了。见你太慢了、啊。你说什么？汐止捷运、嗯？你说这个是捷运？上面那一层。上面那一层啊？难怪他要盖两层。他、啊、这个桥是几百年前盖的、啊？三五年前。他已经准备好了。欢乐滑水道，滑水道飞起来，太阳也太大了吧？啊，你要停五分钟？因为这里很少来。凶起来！喵！哇，这骑过不去，骑到南港喽！开起来！是不是该买个太阳眼镜啦、啊？喵！是不是骑到路外面去了？你喜欢骑到路外面是不是？你看台北 101， 我们还有多远？那个桥不是就到了？啊，我们快到了。彩虹桥耶！呜呼！你想要先去哪里？玩车啊。那你知道在哪里吗？你要去松山车站洗手上厕所。松山车站，你想拍手？对，谢谢你，陪你娘。你骑到想睡觉了？对啊，不是骑两个小时而已吗？怎么这么没用？因为你没有每天骑呀、啊。你每天骑就会很嗨。那你慢慢装，我不骑没关系。儿子拿。吃草莓啊。结束。骂完了，是饶河观光夜市。你要吃臭臭？你要骑单车带我老公吃臭豆腐？他门口就写臭豆腐吧。来，免费的啊，他请客啊。
觉还蛮赞的。我老公说他在吃臭豆腐饼干。啊，你们的很脆吗？对啊，那我的很好。那你吃这块，这块超脆的。哦，看起来就很脆啊。是啊，你拿它。你喜欢拍拍狗是不是？它不理我哎，那一只猫也很可爱，你来看看是吗？它完全不想理你啊。你好。你好。烤玉米。烤的吗？热煮的。软的适中的偏硬，大小可以调。软的适中的偏硬的。这样姐姐。好。哦，你看那个排音管，喵，那个到那里就被堵住了，又被吐回来。他确定烟可以过去吗？你问我，他其实根本没有在吸啊，但也没有烟出来。对，就是，哇哦。好，谢谢。什么？这彩的会变色吗？彩？哎、欸，会，会，真的假的？你看，哪有啊？彩会变色，你看，好好玩哦，哎、欸，好好玩哦，这超嗨的。这个彩会变色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哎，嗨，这超嗨的，叫妈妈来啊！让你踩着不要动。还是变了、啊，没有 啊，但是其他的没有变啊，就是其他的变啊，我起来它就停啊，哎、欸，这超好玩的，喵喵，变色起来，你看小孩都在玩啊。